Hello， 各位，我是南华大学的烧饼。烧饼。好，我是南华大学的最后一首，然后非常谢谢虎科邀请我们，还邀请三首给我们，谢谢你们。Yeah, yeah. 那我现在来带来我们的最后一首，叫做《爱丽丝1993》。Yeah. 好像很久没表演了，有点快忘词，还不得已把手机拿出来。好啦，那。就先带来这一首。故事有些莫名其妙开始了，黑白的颜色，比喻是哭声，一个女人含泪焦躁的笑了，她躺在手术台上，手里抱着婴儿，但是外头并没有这故事该负责的人在等着，她自己咬紧牙关撑了好几年才感谢他的人生，他告诉我不要哭了，人生本来就苦涩，没有对错之分选择，你的选择再多痛苦都值得，这就是家人，要不快乐还紧握着这两颗天真。故事来到清晰脸后的家门，他夕阳的口吻，道尽眼泪的黄昏，那个女人血泪交杂的笑了，他躺在湿砖地上，手里抱着疑问，但是外头并没有这故事该负责的人在哭着，看着灯火灭了，平淡是那几年的红泥开着，我告诉我大声哭了，能够一起走到这，到我对错之分选择，你的选择不要问值不值得，这就是家人，许多人都心隐隐郁了，记得此刻你还紧握着善良和天真，像故事书里那美丽的人勇敢着，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一起像最初那样回家呢？我告诉我大声哭了，能够一起走到这，走对错这份选择，我的选择痛苦都值得，这就是家人，有个快快乐，看看还有许多人都祝福着，记得此刻
爱情或者善良和天真。谢谢。